你好，在这短片我们要来透露，在密训里面到底你会学到什么？为什么这么多人每个礼拜抢着报名密训？那为什么每次密训都爆满？那这个就是密训的一个报名页之一。当然，密训有不同的报名页，不过这个是其中的一个。那如果说你报名了密训呢？我们目前密训是每个礼拜一次，那这个是全球开放，不管你在全球任何地方都可以参加密训。然后目前的时间呢是在礼拜天，北京时间礼拜天早上10点。那如果说你是在其他国家或者其他城市，那这个时间就不一样。譬如说你如果在洛杉矶，就会是礼拜六晚上傍晚。那如果说你是在纽约，就会在礼拜六晚上 ，OK， 9点，或者是根据那个什么，会有那个时间的变动嘛？因为美国不是有那个daylight saving， 对不对？所以所以这个时间是在北京早上10点 ，OK。那在报名之后呢，我们系统会自动的发一个这个上课的链接给你 ，email 给你，所以你要赶快去看你的 email 里面。你 email 里面，我们这个系统呢，我们目前使用的这个系统呢，就会自动的 email 一个上课的链接给你 ，OK？ 那你就要去那边拿那个链接，然后在上课时间前，大概是，北京时间早上9点半，你就要上线，然后参加这个密训。那你如果太晚参加的话，太晚上线的话呢，有时候就进不了。进不去，因为每个礼拜都爆满，所以如果说席位满了，就算说你有报名，有时候还是进不去 ，OK？ 所以你要早一点进去。那我们现在很快看一下密训到底会学到什么。其实呢，我们每个礼拜的密训讲的东西都不一样，常常会有新的东西。我们通常会讲一些最新的一些赚钱方法，还有一些最新的一些工具啦。或者是反正就是每个礼拜会讲一些不同的东西，那不过呢，我们每个礼拜的密训呢，也都会讲一些最重要的核心的，你每天可以在网上赚不少钱的一些方法。那我现在拿我们之前的一个密训的内容来做示范。当然，如果说你报名密训，你参加密训的内容跟这个不一定是100%一样，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每次密训都会有新的东西。OK， 那这个是我们之前的其中一个密训，那我们就讲教了11种不同的收入模式。那哪11种呢？就是这11种，我们会教你怎么样去赚到点击奖金、名单奖金、广告收入、自动成交、重复收入、实体商品的收入、服务收入、虚拟商品的收入。然后我们还会教你3种致富收入。致富收入就是一些可以让你赚钱赚比较多、比较快的一些收入，可以让你致富的收入。那致富收入包含联盟收入、全球终生的分红，然后高单价的一些销售的收入。OK， 所以你会学到11种不同的收入模式。那当然，你只要用其中的一两种、两三种，就已经可以帮你每天赚不少钱。然后我们会告诉你3个在网上赚钱的核心的要素，这3个核心要素，只要你学会了，你就可以开始每天在网上赚钱。OK， 所以这个是我们每次密训一定会讲的，因为这是核心要素，所以非常重要，你一定要学会这3个东西。OK。那我们密训通常都会花大部分的时间教你这个核心要素，还有这11种收入。然后呢，像上次这个密训，我们有教你怎么样每天至少开始赚500美金，详细的做法，到底你应该做些什么事，然后每天应该用就是什么样的收入分配，做哪些事情，赚哪些收入，来让你每天至少赚500美金。所以这个是我们密训上一次密训教的。那你如果以后参加密训，我们不一定会教这个，不过呢你也会学到很棒的东西。 OK， 然后像上次密训我们有讲很详细的讲怎么样让像范冰冰网红还有明星可以用他们名气每天帮你赚钱，然后我们也有讲怎么样让 Google 跟 Yahoo 每天帮你赚钱，而且呢，就是你可以赚 Google 跟 Yahoo 的广告收入。那其实也不只是 Google、Yahoo， 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广告收入的来源，所以你可以每天都赚广告收入。那广告收入是一种很棒的收入，因为全世界很多一些最赚钱的公司呢，他们其实就是利用广告在赚钱嘛。
譬如说像什么 Yahoo 啦、Google 啦、Facebook 啦，这些 Forbes 这些很多公司，全球一些最赚钱的公司，他们是每天赚广告收入嘛？像 Google 每天赚几亿甚至几十亿美金 ，Facebook 每天赚几亿美金，这些都是广告收入。所以你也应该每天帮你自己赚一些广告收入。那这个秘讯我们也都会教你 ，OK？ 然后呢？秘讯我们也会教你怎么样可以免费的获得像这个苹果电脑，还有全球旅游，不管你想去哪里玩都可以 ，OK？ 这个我们会仔细的教你怎么样可以做到免费的得到这些东西。然后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怎么样每天获得源源不绝的流量名单。不管你今天要卖什么东西，不管你以后想卖什么东西，不管你想做什么生意。客户很重要，客户越多，你的收入就越多。那在网上，现在这个时代呢，你如果要有很多的客户，你需要懂得怎么样去获得源源不绝的流量跟名单。所以这个是秘讯，一定会教的，非常重要的。OK， 然后我们也会教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致富秘诀，譬如说像这个John D. Rockefeller、Mark Zuckerberg、马云这些人，他们为什么都可以变这么有钱呢？他们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秘诀是什么？那我会教你两个非常简单的方式，来跟他们一样，可以让一大批人帮你赚钱。当然，你不太可能变得像他们那么有钱，对不对？不过呢，你学会这两个方法，你绝对会比现在赚钱多不少，而且快很多，轻松很多。所以你只要学会这个秘诀，我会教你两个很简单的方法，真的很简单，在秘讯里面我们都会讲。那只要你学会这两个方法，你就会开始有每天越来越多的人帮你赚钱 ，OK？ 所以这个也是秘讯，我们都常常会非常强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然后，当然，秘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目标，就是要让你参加完秘讯，立刻每天开始赚钱，在网上赚不少钱。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其中一次的秘讯。那当然。就像我说的，你每次参加秘讯，我们常常会讲一些新的一些主题，所以你常常会学到一些新的不同的东西。OK， 好，那就欢迎你报名参加秘讯，然后你要记得在你报名完秘讯之后，你在这个秘讯报名，因为报名完秘讯之后，我们系统就会自动的发一个秘讯的上课的链接给你，所以你要去找一下。OK， 你如果用的是 Google Gmail。那这个发出去呢，有可能会跑到像什么促销内容或其他的地方，不一定是在你的主要的 email 的这个信箱里面，所以你要找一下，或者有时候甚至会跑进那个垃圾桶、垃圾邮件，有时候啦 ，OK， 所以你要去找一下 ，OK， 那要记得在秘讯，目前秘讯是北京时间早上礼拜天早上10点，你要在早上9点半。就赶快拿着那个 email， 然后点那个 email 里面的那个报名链接，然后上线参加秘讯。你如果太晚的话，常常就进不去了，因为每个礼拜都爆满。OK， 好，那我们就秘讯见。